今日龙时，天地开疆，天文水柱，癸卯年九月初一日，汤圆水馒头，地灵宫，恭迎创巨神，福德正神，安坐世境大吉大德。汤圆水馒头，地灵宫主理委员林敬杰，带领水馒头地灵宫罗下众善神灵顶，恭迎圣驾炮战光彩。恭祝创巨生福德正神安坐世境大德圆满完成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一香。再报一现，再现三现，现酒创巨生福德进行安坐世境大殿圆满完成，一鞠躬。